计设计。哇，小魔术师哎，今天太厉害了，你看看，给你表演这么精彩。你这样子，人家就知道这个对对对，可以收成这样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你就随手一丢就可以了，表示你很厉害。这些是无中生有的哈。是，对哇，小朋友太可爱。变魔术嘛，对，今天表现很棒，你又离你的大红包更进一步了哎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撑到过年，瓜哥说就要给我红包。好，对呀，没错没错。不过他已经有一张黄牌。其实今天如果寄上黄牌，我也舍不得离开你。瓜哥，你放心，他们现在青少年组是三张黄牌才要离开。什么意思？所以你说他一定可以撑到过年吗？你自己讲的，早就改了。什么时候改的？早就改了。啊，人家比赛才会有黄牌。嗯，而且不是两张黄牌。我写信到行政院了，现在行政院到总统府那边已经批下来了，对，就三张黄牌才离开。哇，好棒啊，好消息。是，所以你要赶快帮人家准备红包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好开心。有，现在歌迷很多了吧，很多粉丝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粉丝送给我娃娃过。送你娃娃？送到哪里？送到他就来这里看我表演比赛，然后他就顺便送给我。不是，他因为夹的娃娃不好带走，所以就不给你。不是，妈妈有跟他说过我喜欢狗狗的娃娃，然后粉丝就过来给我了。给你狗娃娃？对。哎呦，今年刚好狗年呢，哇，这是吉祥物。对，所以真的有粉丝。这个也是因为你练歌的动力吗？对。对，不是红包吧？是，红包也有，对不对？对，歌迷也有，现在都很认真练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而且他真的很认真啊，要加这些表演的。现在每个小孩竞争很激烈，才能带动他们进步啊。对，对，恭喜了哇！今天表现都很好，真的很棒。那首先请到林隆璇老师，请。李静，你好。哇，你的那个，你知道什么叫唱歌的基本功吗？知道，就是音准啊，还有拍子啊，我都觉得你比你同年纪的小朋友来得更加的好，而且你唱歌很稳，你不是有那个踏步对不对？你从头到尾都那个力量哈都是一样的，而且踩出去踩回来都是一样的，而且都很准，从头到尾没有说忽快忽慢，也没有说让人家觉得啊你好像累了，没有。就是你的这个稳定度是很好的，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好好的练习，以后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歌手。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芷云老师好。你好。我自己呢喜欢唱歌的原因是因为喜欢让人家开心，所以我看到你就好像想到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啊，我看到你有那种想要让人家开心的感觉，而且是一种不做作的，就不会觉得好像刻意好像要表现出什么让我们开心，你很自然的任何一个小动作就觉得很开心，就是你刚刚那个玫瑰花丢上去有没有接触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动作吗？耶，那是真的耶，对不对？本来没有设计，对不对？像这种很自然的感觉就让我们觉得非常舒服，再加上你今天这个曲风很活泼，而且你的造型非常的舒服，所以你今天给我们的感觉整个就是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好，加油哦。荒山亮老师请。李静老师好。我觉得你的那个声音里面啊，有如果你唱高音的时候，你的高音非常好听，就是很亮。那老师要给你一个建议，就是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就是喉咙不要太用力，好，有一些尾音的地方自然让它收掉就好。你就会，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太用力去推的话，就是我刚刚讲那些高那些很亮的音色啊，或者很甜的声音就会不见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用力唱是想要把它唱好，但是你要学习怎么样放松一点，那让你的那个很好听的声音就会更清楚，好不好？ 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那芷云老师好。我今天看你变魔术好厉害，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你唱得很自然，然后你刚整个的表演我都觉得很顺畅，好，然后感觉上也没有被黄牌影响太多，好，感觉上你上一次回去以后真的有练歌，然后我觉得你真的有进步，好，所以今天两位其实都不错，好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好，
首先我们看张雨绮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今天穿着阿妈做的衣服，雨静今天的表演可以得到分数来到8889。小数点继续往上跑，90，恭喜得到90分。现在看徐子云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今天还带来精彩的魔术表演，子云的分数来到8889，90，哇，小数点还在跑，恭喜得到90.8分。谢老师，上司祭奠哦，还回到后台哭。对呀，所以你要努力啊，对，平常不流汗，你的比赛就流泪，就流泪。真的，对，你要记住这句话。所以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所以你要多流汗，还是要流泪？都不要，流汗。流汗是一个比喻啊，就是要你很努力。就是要努力。哎，你看运动选手不流汗，他能拿到成绩吗？每天在家里躺就会有金牌吗？有了，对，他后来想通了，想通了，流汗，他有赶快讲，不要辜负你粉丝对你的期望。对，一起加油，介绍。